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的小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惠比寿，是来自札幌的汤咖喱 Yellow Company。那这一家 Yellow Company 是属于札幌的汤咖喱，它有很多很多种咖喱可以选择。我点的这一道是鸡肉跟野菜的汤咖喱，然后辣的指数是第二级。这一道啊，可以看到还有超多丰富的蔬菜，像是青椒、茄子、南瓜，这边还有红萝卜，另外还有这个一定要配的温泉蛋，另外还有这个重头戏就是鸡肉咯。来试喝一下它的汤头好了，确实可以喝出一点点淡淡番茄的甜味，然后我们刚一闻啊，就闻到真的很浓新香料的味道。鸡肉啊炖得非常的烂，可是又有一点点的嚼劲，整体吃起来呢完全可以吃到这个鸡腿肉的嫩。它这马铃薯先炸过，所以它的皮啊闻起来非常的香。我点的是卤肉野菜汤咖喱，它这个 cheese 的香啊加上一点的微辣的汤底非常的搭，肉啊感觉煮得非常非常的软烂，然后它的肥瘦度适中，然后吸取汤咖喱的汤汁非常的入味。以上就是惠比寿 Yellow Company 汤咖喱的介绍啦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